伟珠哈，郭伟珠小姐，嘿，来为我们上课。她待会会讲得非常的精彩，也请各位哈，这个时候把那个睡眠，那个想睡觉的那个意念哈，先用掌声给她打掉好不好？来，掌声。好，来，我现在慎重的介绍一下我们的护理会的会长郭伟珠，请热烈的掌声欢迎他，谢谢。谢谢我们的金龙哈，他口才越来越好了。我建议你们这些参众议员哈，应该请他来当问，因为议员哈一定要口才很好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今嘛呗，讲咱这个参议员要做什么？以前哈跟妇女会有什么关系？咱就是讲。我先来介绍一下妇女会的纲领与政策哈。为什么要来介绍这呢？因为足济参众议员呐，后摆啊唔知影阮妇女会要做什么哈，那我们会很惨呐。阮若要争取哪一个要做哪一项目哈？恁参众议员拢敢反对啊？阮就免搞啊啦哈。所以说呢，我还希望哈，我们参众议员哈，以后啊，多多照顾我们妇女会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来，今麦就是讲妇女会啊，咱查某的啦哈，一般咱过去的台湾人哈，拢是查甫的较大，对不对？所以拢有一点点啊，大男人主义嘛，哈。所以那是习俗上啊，咱即摆吼，自由世界里面，咱提倡的就是讲两性平等。那么两性平等呢，自从咱文明的社会了后吼，咱拢有这女人的典范啦吼，女人的典范讲做甲比查甫的较好的啦吼。所以伊唔是代表我，但是。我就是向他学习安尼吼，看后摆会像伊安尼遐敖无安尼啦，吼、哦、所以呢，这是女性的代表，咱全世界拢有名嘛吼、哦。这三尊有人捌无？拢捌嘛吼、哦。所以呢，比查甫拢较敖哦吼、哦。所以，阮女生学习的对象，就是讲这三尊吼、哦。即摆佫加一个，做叶伦出来啊吼。哦联准会的哈，叶伦出来哈，所以我要先介绍来讲，为什么参众议员跟阮妇女会有关系？所以请大家哈，先听我们妇女会的纲领与政策哈。那纲领与政策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讲遵循国际女妇女理事会与国际接轨，加强外交，提升政治与。精进交流，这是最高的层面哈。那么第二，我们妇女会的功能哈，协助政府政策落实，照顾百姓，为家庭社会谋福利。好，跟咱的性质差不多了哈，就是讲咱拢在照顾百姓。那么参众议员呢，是嘛是在替老百姓发声，争取福利嘛。安尼，敢是共兄弟姊妹对不对？共性质的工课嘛吼，所以我们要多多合作了哈。来，就讲性别平等呢，为妇女争取应有的合法权益啦。所以讲这阿伯啊吼，参众议员来对也是非常重要哈。就是讲，当你们在立法的时候哈。你要注意到两性平等啊！恁家有阿母、阿姐、阿妹啊、阿祖囝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每一家内底都嘛有女性嘛，吼、哦、所以女性呢，我们替她争取，嘛是替家己争取同款啊，唔是干那阮家有查某的尔，恁家嘛有，对不对？吼、哦、所以讲两性平等非常重要哈、哦。过去吼、哦、女生讲。去吃头路如果怀孕吼死头路就无啊嘛，吼所以讲那个也不平等查甫的
查甫无生囝，食一世人；查某到怀孕啊，还是生产了，都无头路啊！哈，这样子，在日本来讲，伊唔是安尼，伊会当请产假以外，袂改，唔是改停一条啦。后摆啊，伊阁等甲教育囡仔，囡仔读册较大汉，伊要阁去，还是会有位置给他啦。安尼才有公平哈，所以这叫。权益啦哈，女生的权益，合法的权益哈。啊，再来呢，咱就是讲，家庭暴力，他协助政府保护老弱妇孺，这就是讲，咱妇女那会被阿爸要推动的方向。哦，这个也是妇女会爱来做的代志啦哈。啊，来第五呢，提升女性素质以及品格教育。哦，就是讲，咱查某的呢，如果恁家的查某的素质足高，啊，我相信恁家的后代一定足好。要相信无？若要有敖人，就是爱有敖的族人啊。啊，有敖的族人吼，那讲成功的男人后面也是后面那个女人嘛。啊，女人拢是阮妇女会的，所以讲吼。功劳拢嘛是阮女人，对唔对？要后代好，还是查甫要伫外口做大官、做大生意，要成功。后壁若无这个素质提高的，还是品格教育好的女性，啊嘛是达不到，对唔对？所以呢，咱一定爱相信妇女会将来这个政策会把台湾的吼，台湾所有的整个家庭跟社会。全部带起来，哦啊、所以讲呢，这是发挥母爱啊，这是女性有温柔体贴的天性哈、哦。啊，来，搁在第六条，对妇女职场的保护，也是讲在工作当中，女性啊比较哈、哦、在体力方面较无好，所以讲哈、哦、在各种方面。尤其是医疗方面的妇女啊，非常辛苦。好，医护人员拢女性比较没有受到保护哈，所以这条我也列入还这个条例当中了哈。来，就是讲第七条呢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咱即摆规个台湾哈，医疗体系非常烂呐哈，烂到哈无病全病啊。啊，有病吼，唔免死死翘翘安尼吼，所以这个健康养护教育啊非常重要。一家你若讲要大赚钱，一定爱身体健康嘛，一定要成功。你如果没有健康的话，啊，健康要有健康教育啊。你若是吼，一家内底吼，罔无这个知识来讲吼，母甲全家大家拢在破病，第一哪呐？健康操在女人的手上，因为安那伊乌白甲你煮煮咧吼，啊一家食甲拢破病啊吼，迄嘛足重要。啊，伊阁无迄个医学常识啊吼，阁乱输用药啊，好食阁食甲吼，规身躯拢破病，那也是健康操在女人的手上哈。所以需要有健康跟养护的教育。啊，所以一定呢，这个教育呢，就是让你认识疾病与健康医学的分辨呐、啊。你健康医学啊，跟疾病医学是两码事，对不对？博士，医学博士哦，咱的医学博士别起来，我是妇女会的总顾问哈、哦。啊，跟招呼起来，我们以后哈、哦，健康要看他，他叫林立荣医学博士哈。哦啊、所以我目睭嘛足光嘞，有人才我拢紧甲叫来哈。来第八就是推展文化语言意识的培训啦哈。咱妇女唔是干那煮饭、食饭，而是讲来做工课。一个社会家庭要和乐、要快乐，一定要懂得文化。啊，咱这个语言已经流失很多嘛。现在的妈妈。外籍妈妈很多哈，足大堆的语言拢已经无去啊。那么我们在学校教育以外，我们妇女会要来推展语言意识培养哈。那么意识是啥物啊？咱像迄个徐格林啊哈，咱的长官讲啊呐，
啊，一只迄个黄色小鸭吼，好几百人来，每一个地区拢去看，看我蹦蹦破那，他看不出来什么叫意思呢？啊，唔过呢，大家拢做兴趣的，几百人去捧场呢。那所以就是艺术，我们的素养不够，也是讲吼，我们台湾啊，尤其是南部哈，讲是文化沙漠啦。因为这是安怎，唔是咱头壳比人较歹啦。因为趁钱都未富食饭啊，要来谈得上什么艺术？我讲安尼对唔对？因为我可以体谅大家为什么没有去研究的原因啦哈。你食饭都未富啊，趁钱都无够用啊，啊要搁研究什么艺术？所以我们的物质生活也不够，精神生活非常缺乏啦，足可怜的，咱过了唔是人咧过的日子呢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呢，为什么爱咱台湾民政府来改革？我们就是要用心，然后我们现在回去，大家拢总是台湾民政府的大官，我们都加咱这个金融有讲啊嘛，你们都是参众议员。为什么开始呢？在你的言谈之中，在你的外表，拢爱让看会出来，你是一个大官员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我拢叫人讲哦，一天哦，照镜照三摆，安尼我有升大官无啦？安尼好唔好？啊，所以呢，啊，佮讲话啦，讲话嘛袂使像较早啊无做官呢，讲哦做凊彩公共的啦吼。咱即摆一言九鼎呢。不能说错话哈，咱所有的一句话拢代表民政府啊，咱爱亲民亲家呐，咱就是爸母官嘛。那么爸母官，咱就爱像个爸母在疼囝安尼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咱一定唔是要予咱的老百姓吼讲行一条尔。我是建议大家安怎，爱予百姓行两条，安尼好无？行两条啦，予伊安尼错掉讲。那有这家伙的官员，啊，这给伊管吼，哦，我非常乐意安尼吼，半暝啊，伊就甲你支持，安尼咱就快活呢吼。啊，你那是无吼，食饱用心计较，要搞咱扭落啊吼，我看咱就足歹过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所以爱学伊行两条啦吼、哦。来，咱今晚来个，这第十条，其实是要改革的非常多啦。啊，我今晚大约。就是讲用十条出来做参考，让我们所有民政府的官员呐、啊，知影讲啊，咱妇女会后摆也是要做啥？大家拢讲啊，这是民间团体啊。我讲啊，秘书长明明都初级班、高级班都拢公务人员啊，才会来参加妇女会变好做民间团体啦。迄就是叫伊爱倒去读册，你知无吼？这个妇女会是属于社会组的。公务人员啊，社会局唔是合作民间团体啦吼。那么民间团体足侪成立的，迄是去申请一个协会。那么我们现在的妇女会唔是家己去申请的啦，是来即个咱民政府受训以后，得到我们秘书长的辅导啊，所以我们也是公务人员啦吼。但是呢。咱妇女会要做的是属于社会组的工作，就是要福利人民的工作哈。所以咱即摆组织架构，大家脑一去来对看，或者妇幼福利省呐，哈，即个就是妇女会啊。我们早期把它当作妇女联合总会啦，哈啊。所以讲，大家人安尼有清楚无？阿伯，唔好阁讲阮人民团体，我听你会流目屎哦。啊，恁拢大官，阮连做官都讲唔是安尼吼，足艰苦的呢，好唔好？好、哦。啊，即摆来我要讲一个吼，咱即摆做议员吼，啊做众议员、参议员、参众议员呐吼。那么参众议员，恁知影？恁即摆要做的工课，上重要的，以我知影吼。过去我30年在战略协会啦，战略协会是世界战略协会台湾分会。那么你一个国家，你至少要认识我们有几个层面哈。那么第一个是政治，那么政治是什么？管理
众人的事叫做政治啊。啊，来个一个军事嘛，哈。那么军事都只，哎，咱的哎个众议长讲过讲，哎啊啊，要取消这个兵队、军队啊，啊无，因有武器，咱夜里总爱来打咱人民嘞。当然这个。这种的烦恼是当然有，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军队的话，就不是国家啦。咱即摆讲，日本岛啊吼，伊是伊讲因是国家呢，但是伊敢那是自卫队尔，对不对？他就不是国家，他是政府。所以呢，一个军队要做什么？他要保护国防，抵御外侮。抵御外侮是足重要的呢。外国拢会敢侵犯咱的海域啦，啊，咱的领土嘛。那你没有军队怎么行？所以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政府都有军队。是安那在流西藏流亡政府，伊去予中共的改骗去20万军吼，伊讲你若要跟我和平谈判，你就把军队你要先把它停掉。你才来跟我讲。啊，西藏政府戆戆啊，唔知啊，因中共的就厉害啊，所以呢，他就毅然决然把20万军停掉了。停掉以后怎么办？咱规个拢杀过啊，你要哪去动？民间没办法啦，你无办法啦，所以流浪搬山过岭走过去印度呢，所以没有军队也是不行哦。啊，第三个很重要哈。你有一个组织，有一个团体，有一个政府，有一个家庭，咱拢爱食饭，对不对？咱爱经济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政治、军事、经济，那么经济，我们不是讲哎，较早正经的，咱若有够食、有够用就好啊，唔是，我们还要外交，我们还要输出嘛，哈，爱出口。啊，不够的我们要进口啊，所以我们经济非常重要啊，哦，所以这个层面它是非常让一个国家能够强盛还是败，也是其中之一。第三种、第四种呢，最厉害的、凶厉害的就是心理战略啦。那么心理战略，我们每天每一个人都是心理战略哦。你每天可能讲一句话都是心理战略，所以呢，咱每一个人都有是安那合作战略。战略就是有输有赢，有成功有失败，这叫做战略啦，是一个法术，一个人的智慧的变巧，那叫做心理战略。那么心理战略呢，在国家的层次里面啊。就是国与国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什么？我要怎么样对付你，或是怎么样亲近你？那个都是一种战略。所以呢，心理战略的层次方面呢，要读过很多心理学的人才行哈。啊，所以我参加的是经济跟心理战略的那一个部分呐哈。啊，较早叫我讲，啊来选议员来创啥哈，都有机会，我不爱做官，所以呢。军事，我差一点嘛，嘛是去做兵安尼啦，我嘛真有兴趣吼，所以我是伫军中护理班啦吼，啊差一点嘛，嘛是讲去做兵吼，所以这两方面我比较不懂，但是你四个层面在讨论的时候也是在一起学的，也略知一二安尼吼，所以咱。做一个议员，做一个国家的官员，你必须知道一个国家有几个方面哈。啊，这个四个方面我讲完了哈。咱有一个治国的法则啦。那治国法则哈，上次咱顶几天啊，有一个小明木老师有来嘛，您拢知影无？哈，小明木老师呢哈，伊专播介绍因日本的历史，讲有记载的是1300几年啦，唔过因讲的是讲因是2500年，啊有记载1300年左右啦吼。那么呢，为什么日本伊会遐尼强？我会当举例有四个啦，但是人因不止四个啦吼。因礼貌第一，对唔对？
他没有很多第一哦，哈，礼貌第一，紧张嘛第一，对不？日本兵若发行，无发停嘞吼，你悬崖伊嘛是直直跳落哦。这恁拢捌听讲日本精神安尼无？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伊也是足忠，因个国家足忠坚强。那么忠呢，是第一个人个人格道德啦。每一个人做什么代志，不能对别人不忠啦。对别人不忠，就是对家己嘛不忠啦，家己失去道德啦。所以呢，日本人他的教育就遵守人伦道德教育，吼、哦，人伦的道德教育，所以他非常成功。那么休息呢，日本人绝对给你约的时间，他提前不会退货。啊，咱台湾时间呢？台湾时间有安尼无？啊，慢一点钟吼、哦。啊，我们即马去咱做台湾政府的成员吼、哦，绝对袂使。尤其讲吼、哦，咱后摆要做人的安尼记呢，对无？是不是？要做日本人呢？佮而且要做安尼记呢？啊，开什么玩笑？咱家己若无紧提升吼、哦，日本人敢要予咱做安尼记？无可能嘛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咱爱家己较紧学啦吼、哦。咱这是精英的精英，咱这是种子，为这开始来发芽安尼吼。所以呢，咱这个修行、守信呐、啊，很重要啊。日本人啊，甲你讲安尼啊，绝对袂安尼，佮歪来歪去，佮唔佮佮安怎吼、哦？所以我在日本三四十年吼、哦，来来回回吼、哦，我看出他们一个国家。伊是为什么会遐强？就是讲，伊若干净的是第一啦，有够清气的。你外国的物件，你入去吼，你袂感觉讲很龌龊，就是清清气气。你敢知影因的警察局像咱路边草料啊安尼尔嘞？但是你去去看卖啊嘞，清气淡淡，他们的执行力第一。咱所有的政府机关吼，拢牵连去呢。啊，几年啊，讲一遍，都要拢讲讲起，搁咧做庄咧，浪费人民的这个税收啊，吼、哦，心肺啦。所以讲咧，绝对一定诶，咱做大官一定爱遵守。真正爱知影，搁再有三点。咱即摆咧，人伦教育以外，咱就是一定爱有行政道德啦，行政伦理哦。咱咧行政伦理讲。以前即马定落啊，咱拢定一定会轮替嘛，会换位置啊，唔是讲你坐咧坐到你老啊，拢是迄位啊，所以咱会对来对去。美国人嘛是同款，啥物人当选对啊？古早的人计划落啊，对国家、对人民有好处的政策，一定要遵守，这个叫行政伦理、政治伦理。公务伦理，袂讲安尼，这个公务讲啊，我做诶做好啊，啊，即卖我走掉，换你来做，你讲这无好啊，我就是一定爱搁卡掉，浪费资源啦吼。所以呢，咱做一个大官，一定要遵守这个，安尼咱一个政府较袂互咱换，较多翘翘，你知无吼？啊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这个都要考量到吼。哎、啊，世界要和平吼，一定要加强，就是讲。伦理道德，社会才和谐，家庭才能幸福美满，国家才会强盛。这个基本条件哈，咱即阵上这个课了后，佮而且咱今仔日去啊三点钟个吼，恁就是真正的参众议员啊哦，吼，所以讲这拢爱记伫在心。咱台湾民政府后摆啊拢总靠恁安尼吼，拜托拜托哦吼。啊来呢，咱即马下来，咱是讲要安怎来注意一挂代志。小蔡，下一个节目来。啊来，领导的注意事项都是领导也是长官也是上司。啊恁，咱即马呢议员，咱是代表民意，嘛是代表所有的人。我们的对象，甚至是
政府的官员呢？恁咱的议员还是立委，即马出来是毋是拢即句？拢在批评俩，对毋对？批评对不对？议员伊上大的力气就是批评嘛吼，啊批评佫拢免纳税的嘛吼，哎讲的拢免纳税嘛吼，啊所以议员讲免责权呐，这总他讲了就算了，讲我说了就算吼。所以讲这个批评吼，要力求精准呐。你想好要批评，就是一定要改革嘛，还是要建议嘛，爱想好准哦。唔好安尼吼，像黄世民讲，较紧来听到讲，尚有消息，较紧吼，来甲马英九报告啊，讲王金平安怎啊，总爱家己落头安尼，你知无？所以这个叫那个也叫做批评呢，哈，他批评别人或是指责别人，还是要拆穿别人的时候，你爱忌讳批评不准呐、啊，还是讲以事实不符哈。会引起人家的反感和要求根据啦，无证无据的代志绝对唔好乱批评啦吼，没有事实的事情唔忙哦被批评啦吼，唔忙讲哎啊我有免责权呢，啊我说了就算吼，啊所以就哦被批评吼，无事实的代志唔好讲，这就会哎家己会自己下台啦吼，所以呢。咱若是无事实、无证据，拢毋茫讲。然后呢，我们点到为止，暗示要具有含蓄、间接的特点呐、啊。咱要讲话，就是讲爱卡，卖伤过强烈哈、哦，要懂得迂回啦。爱讲安尼，小细一个，莫直接安尼讲，插刀就甲破落啦哈、哦。啊，不能说穿跟说破，话是讲点到为止啦。吼、哦，点到为主吼、哦，为说破说穿吼、哦，人会叫你举证据嘛？啊，你若举证据吼、哦，啊，你若无的时阵咧，你变家己丢掉嘛？我人安尼改过度等啊吼，所以吼、哦，才能免于伤害下属的自尊心吼、哦。谈话跟技巧硬干是不行啦、啊，就是讲你想要做的代志，唔免遐赶紧。就讲，我即马都想要咨询，啊，我就是一定吼、哦，甲这个代志跟讲哦破啊，讲哦穿了，说穿了就是讲甲破开啊，哈、哦。啊，但是这讲出来，你要批评的时阵，一定会去伤到人的自尊心，而且恁的参众议员呢，甚至要批评的，爱是讲要讲的呢，是我们政府机构的。大家的吼，上司哦，因为你们有权责来改迄个吼，改批评嘛吼、啊。那么爱是讲要改拆穿他什么样，还是说他的政策不好啊？安尼或是要指责他啦，要改激进，都一定爱适当的时机跟机会。所以要点到为止哈，过来，咱就是讲，讲话袂使讲死无退路啦。对下属或是任何人呐、啊，上司也好，要有弹性政策，掌握尺寸，讲究分寸，做到话言准确，态度一定要诚恳。咱得讲一句话，我嘛是安尼守住这个原则。咱要讲话批评或是要讨论，对事是无对人，我们要注意，不能人，吼、哦，我们不能去攻击别人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咱一定爱分寸，人身攻击绝对是错误，哈、哦，对事无对人，咱就是讲讲这个代志，咱是力求改进，把这个事情来做好。不是人身攻击，批评伊安怎无好，伊安怎无好，所以讲不在其位，不谋其事哈。你超过你的身份的话，绝对唔好去讲。我讲到因到底上爱安怎的安怎，那个不是你所管的。甚至咱即卖大官员足济哈，啊啊，管家人到安怎安怎去哈，
那个我想这个都不适合啦哈。所以咱讲的是讲咱的业务的问题，这是咱的职责啦哈。所以呢，所以讲领导的话是要操练舌头的灵活战士，这个就是讲练讲话啦，尤其是伊参众议员哈，哦，这个舌头哈拢是足够的，大家人拢好，足够讲话的，对不对？哦啊，所以呢，回去哈，遐议员哈，底下在烧眉烧钱哈，咱有啦，卖为因的话题啦，为因的口才啦哈，口才安那爱学，所以讲哈。爱圆滑，然后哈维持团队的利益啦，可以说是一种常用的外交语言啦。咱即马哈在讲话的是外交语言，外交语言就是一个意思，一个意思你一定要完美啦，圆滑，好人听落听会落，而且愿意支持你的想法，哈。所以讲这是一个策略啦，哈。咱每一个要讲，哎，我伫日本的教授甲我讲安那，要讲话嘴子爱加一个，想看卖啊咧，即句话讲出去会伤害家己，还是会伤害别人无？那 A 小等咧，想想完好，甲佮讲，不要急着讲哈。啊，来话夹子不能乱放，有时要打开，有时要关闭。话夹子是一种。颠覆不破的真理，就是讲，咱的嘴就是咱家的门锁共啦。需要拍开的时阵才拍开，需要关起来保护家己的时阵，你就要关起来设置不安尼吼，就是要把它关闭啦吼。阿麦讲哦，无应该开的时阵，去甲开哦开啦。吼，那么开哦开的时阵吼，是对家己爱对别人有伤害，所以呢。所有全世界的参众议员呐，所以所讲的话啦，就是禁忌啦哈，禁忌。我人讲禁忌，我甲讲禁忌啦，因为安怎会去弹到别人啊？吼啊，所以讲唔是禁忌鸟，是禁忌。啊，所以我们做参众议员呢，必须要遵守这些原则哈，咱才会长命百岁哦哈。啊，那无会自动。下台，所以讲话的时候要注重领导的话哈。这个场合很多，嘛是有家己的场合，也有外人的场合，有正式的场合，哎，有非正式的场合，有庄重，有随便的，还有喜庆呢，也有悲伤的。尽量发言严肃发言的地方哈的场合，所以讲，人古早人讲房间啊，底话唔好提来客厅讲，啊，客厅的话唔好提起房间啊，底讲，安尼意思啦，吼，迄无同款呢。啊，你住大厅遐讲，啊，亲爱的，我很爱你，啊，迄都爱去房间遮讲，啊，很多人遮爱来爱去搞成样，对不对？吼，啊，你若是讲吼，去房间甲你谈政治吼，啊，恁翁会分歧，还是恁某嘛会分歧呢？所以讲客厅的话，唔好提去房间讲啦，爱分清楚吼。你像人起讯的时阵吼，人咧足欢喜，啊，你甲讲，哇，人外口对搭咧死人，无一块破病啊，吼，安尼听落人总个气氛规个拢无去啊。所以要看准场合才说话哈。所以讲吼，一定要庄重，不能随便啦哈。来。那个礼貌吼，袂使无分地位啦。阿妈是讲一定爱不分地位哦。你身上上司必须凌驾下属之上，在一个修养上上下功夫要显得高人一等。迄就是安怎讲？咱莫讲啊，咱做长官啊，咱做大吼，啊，咱比咱做较倒尾去来啊，做较细。啊，你就甲安尼画来画去，安尼画三岁囡仔，安尼意思啦。所以讲嘿，我们是有分各部门没错，每一个人都不管白大，这样才算平等啦。所以讲嘿，所有的争端，社会所有的争斗，后置所有什么问题，都是来自于
不平等。那么不平等就是怎么？不平等你连基本礼貌都没有，一定会跟人有冲突啦。所以呢，这个礼貌啊，台湾吼，现在真正要大大加强了吼。我们要做人家的阿尼基吼，日本人是世界最有礼貌的，对不对？那么最有礼貌的吼，咱爱为即马开始啦。咱即马准备要做日本人啊，对不对？吼，所以呢，所有看到咱的东西，我即马看到吼，好像那个现象越来会越好。哦，大家看到拢会笑眯眯，拢会笑笑问嘞吼。所以呢，即马有渐渐啊变日本人的这个样子出来了吼，我看了嘛真欢喜啦吼。啊，所以呢。看到人一定袂使讲黑人拄白人啦，安尼叫做无礼貌。包括咱的部署都一样，咱的帮手、我们的助手，你嘛是爱对伊足有礼貌的，安尼吼。尤其人讲迄个丢水愈巴米的是淡愈低嘛，愈有礼貌的人吼，修养愈好，伊做愈会管。啊，迄无礼貌的表示他修养不好，学识也不好，他苦拉识也不好。安尼对不对？哦，苦拉斯不好，当然他没有礼貌了，就粗鲁的对吧？哈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来啊，时间够啊嘛？哦，啊，咱介绍较紧的吼，一个左右为难是袂使。咱要做一个政策的时候，举棋不定，这盘棋一定输起的。所以呢，参众议员对临时要决策的代志，这足重要，所以要。把我们的智慧拿出来想一想，然后做决策。哪棋不定，这盘棋还是行唔对棋，那都拢绝对全盘尽输哈。来，永远不能再犯的，要彻底改正来，就是讲莫无前棋，忽略一盘棋，就是拄只我讲的，这个棋子啊夹起来猜唔对所在，你雄雄把一个将军囥在边仔边仔随去要夹去哈。所以呢。要主观武断，听不进去，不同的意见，咱一定，咱要替人民讲话，在我们同事长官方面也是一样，不同的意见咱爱听下来，袂使讲以我自己为主哈，啊，盲目的决策武断，哈，啊，先入为主，公私要兼顾，犹豫不决，不当当机立断，这拢袂使哈，所以讲咱爱。具备那个条件，啊，过过啊，这咱小看一个倒啊，哈，大概无时间啊，哈，就是这批评下属一定袂使翻旧账啦，哈，啊，批评要点到为止，主责，哈，主责不要太离谱，啊，不要意气用事，意气用事袂使讲啊，安尼就甲讲好去，插插伊啊，安尼自己会下台哈，所以呢。咱一定吼、哦、爱遵守这条件，吼、哦，袂使讲人的短处，袂使触及他人的这个弱点，爱讲话袂使去刺激到对方，吼、哦，啊，袂使乱批评啦，吼、哦。还有，下属的将来你袂使乌白讲，啊，我看你这嘛是到安尼尔尔啦，后摆也无啥物成就啦，卖讲讲安尼话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些干涉私人的事情都不行。吼、哦，我讲不在其位不谋其事，就是你在讲代志，咱做一个官，绝对茫讲到啊，恁到底安怎啦？要恁翁咧安怎？恁某咧安怎？那就是绝对不行的哈。咱这时间就到安尼哈。啊，所以后摆啊，咱有机会，咱搁慢慢啊来，互相研究，互相探讨。多谢大家。各位同学，咱下课休困，啊，稍等下2:05。等下2:05吼，开始上课，好，下课休息。